我们上次讲这个地方了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还原哈，到底究竟幸福是什么哈？与其讲得太抽象啊，什么知足常乐啦哈，或者是什么有钱就幸福啦，或者是说有成就感就会什么幸福的等等，与其讲了那么多一大堆抽象的，然后每个人都讲一套哈。然后好像这个标准通通都不一样哦。那生病的时候指望健康就是快乐，对不对？那穷困的时候就指望这个怎么样？这个有钱就快乐呢？但是呢，我们说反过头来，等到你真的有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有钱其实也是一件很烦恼的事情。你还希望哦，这个最好哦，譬如说你也许觉得现在当总统是最好的，对不对？可是当了总统以后，你就发现啊，悔不当初，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哦，这样子转来转去的，与其那样子哈，我们不如回到我们自己心灵本身，就是究竟我们心灵本身到底什么时候感觉的烦恼，什么时候觉得是很快乐？那我们说，其实哈，这里头是有一些科学的根据，可以非常怎么样具体的讲出来，那就是你脑内吗啡的浓度叫做多巴胺。你的脑内吗啡哈浓度如果是平衡的好的话哈，基本上就是说多巴胺浓度越浓的话，你就会越快乐了，知道吧？啊，但是哈这里头也不能浓度过高，浓度过高的话你就变躁症，那个躁症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什么都是充满了意义哈，那个是你脑内其实会有产生叫做不平衡的，就有点类似像运动过量也不好，啊，汗过头好不好？不好。害过头，那个反过头来，那个反弹的力道有时候也会蛮强，哦，所以有一种躁郁症的人是怎么样？躁，当他非常的躁的时候，就非常的兴奋的时候，哈，那做什么都觉得充满了意义，一花一草一木，通通充满了意义。可是反弹回来以后，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意义，啊，因为那个多巴胺浓度就突然之间怎么样巨降。所以这里头最好是维持一种所谓的叫做平衡状态，那平衡状态有时候我们脑内的吗啡、脑内的多巴胺会根据我们的生理状况、心理状况会怎么样，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就是说常常会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自己可不可以控制呢？可以的，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怎么样相信自己是可以控制。那我们在右边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好，我们做了一个图啦。一般来讲哈，我们的内心当中的情绪反应在边缘系统，边缘系统都是第一个会受到传入的刺激，然后对它产生一种反应。比如说，如果有人骂你的话，骂你一句脏话，你的反应就是不爽，对不对？不爽，那个不爽的情绪呢，就会产生那个负面的情绪，然后这个负面的情绪就在这个边缘系统的脑内的边缘系统登陆了以后，就会开始分泌一些怎么样？一些我们说脑内的化学物质哈，然后这个化学物质呢，它会提供讯息给我们的皮质层，然后皮质层就会产生冲动，什么冲动呢？想去打那个人，或者是回骂他、回呛他，对不对？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那种欲求啊。这个时候，这个欲求呢，就需要你去动作啊，你是真的骂出来，对不对？那骂出来还好，不骂出来憋在心里难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要采取 action 动作，然后做了以后呢，骂了以后哇，舒坦多了，舒坦多了，也就是说，你行动了以后呢，你边缘系统就登录说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呢，我就满足，然后满足感呢就回来，那满足感回来的时候，你的多巴胺浓度就会稍稍的怎么样提升，这里头就是一个所谓叫做动态的平衡，所以动态的平衡有一个。它有一个所谓叫自体分泌的鸦片报酬方式，啊，好，那这里头呢，过去传统根据这四个动作，啊，会产生怎么样四种不同的反应，啊，就是说如何去除那种不满足感。我们第一个是说反面的，你不要有不满足感，这样你会比较快乐嘛，对不对？有人就想到一招说，那我杜绝刺激进入，譬如说出家去当和尚，万念皆空，然后出家去当和尚，躲到山里头，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去碰到，对不对？钱也不会碰到，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男女问题也不会碰到，啊，真的是这样吗？结果发现效果其实都很有限，因为到了那里头，寺庙有一大堆捐款的问题，对不对？像慈济不就是这样惹了一大堆尘埃了啊？再来呢，寺庙里头呢，哎呦，也有男和尚，你比丘尼，那万一怎么样？
或者是男和尚碰到女信徒，或者是你比丘尼呢这个怎样碰到男信徒，很可能也会产生这个情愫等等之类，也很难讲啊。所以杜绝刺激呢，这个根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说，其实不可靠，哦，相当的不可靠。那再来呢，抑制冲动，有的人就是蛮压抑的，那种欲望，压抑那种欲望，也许可以让你怎么样，这个暂时得到一些疏解，不过通常强忍哦，不是一种好办法。那我们之前我们有看到一个叫意义的认知，意义的认知其实就是透过皮质的认知理解，去把边缘系统那个不好的情绪去把它怎么样 balance 回，就是抑制它嘛。可是哈，我们从弗洛伊德那个地方得到一个很大的怎么样启发？弗洛伊德正是告诉我们呢，人类最阴暗的那个层面就是怎么样？你那个情绪冲动，你越压它，它反弹力道越大，像个皮球，你一压，然后它就总有一天要反弹。对不对？所以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说，情绪不要过度压抑，情绪要找到抒发的管道，正常的抒发管道。那怎么个正常抒发呢？我不妨告诉你们哦，我抒发的方法。老师有时候也会发起脾气来，是蛮可怕的，真的会想打人呢，知道吗？有时候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也是吵很凶啊，吵到气到不行的时候怎么办？打他，你会悔不当初啊！这一拳打下去，你的婚姻全完了。稍微有点理智好不好？那怎么办？压抑哇，那最心肝打自己，那也不好啊。那会气到怎么样？生病，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以前的做法是摔自己的书，你还不能摔他的书，而且最好拿到越重的越好，我都拿字典，那像康熙字典啊，它很重，对不对？所以摔起来一定很爽。够猛嘛，哈，啊，就拿去摔墙壁，啊，那个书呢，啊，就四分五裂，然后呢，字典还是要用嘛，哈，啊，之后就要再去把它捡起来，慢慢粘，然后你在粘的时候呢，气就消了，是吧？好了，就是那个动作总是要做嘛，对不对？然后就是说，哎，行动啊，可是问题是你那个行动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伤害自己，知道吗？好，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伤害自己。好，我讲讲我过去的。等一下就是提升多巴胺浓度那里有个方法，其实跟行动有关。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很好呢？去运动，去运动。我以前有个马来西亚侨生嘛，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讲的，我帮他证婚，他现在一个月的薪水是16万，比我还多了。好，他淡江自贡系毕业了，毕业才10年而已哈，现在他的月薪是16万。他以前是哈被你帮他甩。那个同居4年的女朋友，竟然在大四的时候，因为哦勾上他们的助教哦，然后就把他给甩，哇，他就很生气哦，因为去搬他的那些电脑，两个人就后来分居嘛，然后就搬他的电脑，我后来见他进去租房子，然后他被赶出来，然后他就去怎么样，去把他那些女朋友的电脑全部搬回来，然后就觉得说这样可以抒发了，结果我就问他说啊，有效吗？他们说没笑，还是很恨他。然后一整个礼拜，每天都睡不到2个钟头左右，这样就是说那个情绪就很不稳啊，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就没睡好。然后就来找老师啦，问老师说：“老师什么？”因为他跟我还蛮好的，是我的工读生啊。我有些网站是叫他做的，然后我只给他2个字：运动，因为他是学校的足球队的队员。我说就问他说啊，你足球队哦，一个礼拜踢几次？他说2次，一次踢多少？2个钟头。我说不够，你现在每天就给我踢4个钟头。我说你不管找谁，找你的队友去陪你，就叫他当守门员，然后你就专门踢他的头，对准了就踢他的头。他就真的听了我那个劝告，真的乖乖的每天哦去练，就是找人去练足球2到4个钟头，每天划线那个体力。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回来见我，哎，脸上青春痘消掉一半了。我就问他说：“最近有没有睡好？”他说：“最近睡得都很好，因为运动量够，哦，运动量够。”好啦，这就是去行动，但是要是一个理智的行动。然后为什么运动是很有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提升多巴胺浓度。提升多巴胺浓度的方法有很多，你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记住哈。譬如说，左边第一个，我们来看变化的新事物。有没有发现人都？好奇，对不对？我们人类有一种心理，所有人都普遍的有这种心理，叫做喜新厌旧。听懂了哈？喜新厌旧，那男朋友不能换怎么办？啊？男朋友不能换怎么办？女朋友不能换怎么办？
老婆不能换怎么办？老公不能换怎么办？啊，偷吃哦，那你也会后悔莫及，知道吗？变化的新事物有很多啦。哦，我上面刻意摆咖啡，老师喜欢磨咖啡。咖啡有多少品种？数得出来，你一进那个咖啡厅，好一点的大概20种，至少，而且产地都不一样，对不对？还有呢，烘焙的方法不一样，再来呢，庄园不一样，然后呢，泡冲泡咖啡的方式不一样，那可以有多少不同的风味？大概有300种以上，对不对？还有这家的老板的功夫跟那家的老板的功夫不一样，哇，那你可以学的东西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充满了新奇，每天你都会发现一个新的事物，每天都会发现一个新的事物。像这个淡江大学附近，现在叫做那个什么，那家餐厅后来改了，那个阿普茨哈，阿普茨餐厅之前是一家那个蛮顶级的咖啡厅哈，在那边这个怎么样开餐厅，开咖啡厅，然后顺便开餐厅，他餐厅经营的不好，餐点的选择太少。可是他的咖啡是一级棒的，他一开幕我就闻到咖啡香就冲进去了，所以那个店长，两个店长都变成是我的好朋友，到现在还有联络了啊。然后其中有个店长哦，因为我是他通常喝咖啡都不用钱，因为他会先请我试喝，就有一个新口味来，然后他就泡，然后他们自己烘嘛，然后烘完以后呢，他就会一小杯，然后觉得哎，王老师你吃完饭了。喝喝看这个咖啡，通常都是不要钱。然后呢，我这个人是很诚实，我不擅长讲谎话。好喝我一定就会大家的赞赏，不好喝我就我就支支吾吾，然后会跟他讲我的感受这样哈。然后有一款咖啡哈，那个咖啡现在也买不到，是伊索比亚的一个咖啡哈，不是瑜伽协会，跟瑜伽协会有点类似哈，可是它是也是自然产的。然后它烘焙的方法很非常的特别，你只要温度稍微高一点，然后这个泡的时候温度再稍微高一点，它一定那个豆子就是酸给你看，就是变得很酸很酸，就会酸给你看哈。我们台湾话就酸好一款。但是怎么样，你如果冲泡得宜的话，哇，那个豆子是有别的豆子所没有的风味，风味绝佳。结果那个店员那个店长为了泡那个咖啡我屡次去他屡次都试那个新的那个冲泡方法给我试，这样没有一次我点头，哇，这个豆子怎么这么酸，我一直嫌他这个酸酸的有点不是喝起来不是很顺口，这样都诚实的跟他讲。直到有一次那次也是跟助理，不是你别的，然后有一次就在那边喝他也是吃完饭以后他说：“王老师，我先改变泡法，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好啊。”然后算我一杯的价钱呢，因为我是请学生嘛，一杯的价钱，结果他来了一壶，每个学生都喝到就有这种认识，就有这种好处了。结果我那一次一喝，我就说不得了，说你怎么泡？等一下一定要教我，一定要教我。其实那个是一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像我们一般的那种虹吸这样吸上来，上面的温度大概是90度左右嘛。大概88到92之间嘛，大概是这个温度。他怎么样？一上来以后，立即加一小杯温水，也就是让它降温。温水一般拿在手上，大概差不多是40度左右，所以40度的一小杯温水天第一次那个温度会降到80度以下。然后他说他实测的结果，他说那个豆子最适合。冲泡的温度是65度，也就是上来以后上面的水一定要保持65度，不能太低了，也不能太高，然后再怎么样，后面的这个水又热水又陆续上来，它再添加第二杯，所以那个温控大概控制在65度左右然后这样焖大概差不多是这个1分半钟，后来这样泡出来，哇，顺口的不得了。然后所有的那个豆子的那个香气全部都保留风味绝佳。我后来就学到了，赶快买回去这样子学，就真的是不一样。好，那你看那一次这样子他冲泡成功了以后，而且他以后每一次泡出来都是那个水准，
就是非常的稳定，甚至得到他的传授给他这些咖啡技艺的那个师傅的怎么样认证，哦，也就是说他泡的跟他师傅是一样好。然后那一次我就问他说：“你这是第几杯？”你猜猜看。一千。太夸张了吧？一个咖啡四到一千杯，那也是很可观。你猜几杯？两百也太少了一点吧，折中一下，你觉得是几杯？就是五百，泡第五百杯才成功。你们会不会觉得说他这样很浪费时间？如果你觉得他这样很浪费时间的话，你的人生是没有乐趣的。但是他的人生是有乐趣的，从第一杯试验失败、挫折，勇敢的应付挫折，再战，对不对？然后一杯试，一杯试，然后一杯一杯改善，他逐渐在改善，然后期待值越来越高，越来越接近，他不断的发现心情，对不对？到了第五百杯，终于成功了，不得了了，这个咖啡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一种成就感出来了，一种成就感出来了，这就是人家怎么样一种追求。然后当这个咖啡五百杯成功了，他再来就转战另外一个咖啡，所以透过咖啡哈，他永远有他的人生十几年，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啊，知道吧？像我现在也是啊，我不会一天到晚哦，最无聊的人就是一天到晚只喝一种咖啡啊，其他都不改。然后去那个怎么样？去那个麦当劳永远点美式咖啡，你知道吗？这种你不会有享受的。所以变化仙术在咖啡里头就非常多了。然后这个新奇的咖啡，然后呢，新开了一家咖啡厅，然后呢，新的泡法等等，你就不断可以在这里转变了。那你的人生就蛮丰富了。像我在家里头，我道具就蛮丰富了。我的咖啡泡咖啡的道具是有摩卡壶，然后冲泡壶，那个嘴那个一个尖嘴长长那个手冲壶，然后再来什么虹吸壶，啊，虹吸壶。包括挂的我也有啊，哦，各式各样的哈，哦。然后呢，我自己烘焙过豆子啊，只不过烘焙豆子那个怎么样，那个机械比较大的手，后来我就放弃了哈，哦，我就放弃了。但是我会怎么样？我会告诉人家说，哎，我要的烘焙的程度是在多少？你下次有烘焙的不错的，你就告诉我哦。所以透过喜欢变化的那种咖啡哈，哦，因此你还怎么样？交到很多喜欢咖啡的朋友，哦，喜欢咖啡的朋友，那常常就有朋友就会怎么样寄咖啡来，哦，好了，那这个是怎么样变化的新事物？那一样的，我们在变化的新事物方面呢，譬如说，你每天会不会吃同一家餐厅？我吃久会烦，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三餐都是吃同一家自助餐的？举手。你要是过这种日子的话，你去撞墙。你不要怪人家，淡江大学好歹这附近也蛮多好吃的吧，对不对？也蛮多嘛，你每一家至少要去给他尝一尝嘛。今天又那一家新开的，哎，不知道怎么样，进去试试嘛，这叫变化的新事物嘛。哦，我讲一个故事，我自己很喜欢讲故事的，我家里的故事。以前我妈妈，我妈卤猪脚是一流的，啊，然后我每次念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家嘛，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每次一回家，我妈就卤一锅猪脚。我，哦，就拼命吃，拼命吃啊！真是妈妈的味道真好，对不对？然后第一天就把一锅猪脚全吃光，因为太想念了。结果到了怎么样？第二天妈妈又卤了一锅，啊，昨天的猪脚吃完了后，今天又卤了一锅。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妈妈就问说好不好吃？我就点点头，其实已经吃到了，已经不想吃了哈，可是还是点点头。然后勉为其难的还是要做给他看，对不对？然后到第三天呢，还是有猪脚，然后我就已经冻没掉了，就跟妈讲说，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卤猪脚，换点别的吧？你看哈，哦，同样是你很想念的味道，连续给你吃三天，你受得了受不了？保证受不了。为什么？人都是喜新厌旧，我们的大脑里头被设定就是这样，越新奇的东西，哦，你越会吸引你。哦，所以你们开始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哦，就不要怪了，知道吧？刚开始拉到你的小手，哎呦，兴奋得不得了，因为很新奇嘛，从来没有过这种接触嘛，对不对？跟你们讲坦白了，我现在，哦，每天跟老婆抱着睡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抱的是二三十年的，你能有什么感觉呢？对不对？
我有这么感觉，但是当然还是我喜欢手牵手啊，手拉手啊，睡觉表示感情还不错嘛。但是有没有感觉？有没有那种很兴奋的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哦，这就是怎么样？已经老夫老妻了。好，所以你们要记得哈，就是生活里头，假如你是一成不变的工作，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的那个作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变它，改变到变成说，哎，今天每一天都有一点点怎么样变化，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每天都是固定走这条路，对不对？走久了有时候也会烦啊，对不对？今天改变一下，车子再停另外一个地方，再走另外一个地方试试看，就突然之间来一个所谓的今天走不同的路线，偶尔做这样稍微的一个调整，你的生活就会有变化。就跟你今天稍微去吃一家过去没吃过的餐厅，对不对？那就会有一个所谓叫生活的调剂，这个叫变化的心思。只要人类一接触到任何新奇的事物，人类的大脑里头就会有一些像那个怎么样，一盏灯一样，突然之间兴奋起来，突然之间亮起来。那个亮起来就是你的多巴胺浓度就会提升。哦，变化的新事物会让你的多巴胺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提升。那再来，我们说，透过这个变化的新事物，你转过头来，你要记得，咖啡永远是 DIY 的咖啡比较好。Do it yourself， 自己做的咖啡那个成就感会比你去麦当劳叫一杯咖啡或者是即溶咖啡就这样子远比那个会好。哪怕是挂耳式的，挂耳式的还是比即溶的咖啡要好。即溶的咖啡你不管怎么冲怎么泡，它味道就是一样，对不对？但是挂耳式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那个挂耳式的。挂耳式的你要泡得好的话，那时间也还是要抓得准。你不要一次那个热水全部给它冲下去像我的话，我很会调那个饮水机那个，我可以这样子虽然是按那个什么解除热水，可是我每次这样按，咚咚咚咚，所以它是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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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出来，然后在滴的时候我还会调整位置，让那个怎么样，那个热水会滴在不同的这个地方你试试看。那样跟你一次把按啊水都满了然后再下去，就是不一样那个是手冲咖啡的一个道理。DIY 的咖啡，因为你有好好去调制，你有好好去控制所以就是不一样那像我早上自己磨咖啡了，然后磨咖啡的时候，那个咖啡豆的颗粒大小你就要控制了。然后不同的豆子你要控制不同的大小，然后你不同的那个怎么样豆子，纵使用摩卡壶煮的话，你那个怎么样，那个温度跟速度你也要控制啊。像有一些你一磨就知道说那个豆子很松很软，它很好磨嘛这时候豆子呢你就不能磨得太细啊，磨得太细的话，豆子一下子的味道就全跑出来一下子味道全跑出来的话，可能有一些杂味也会跟着出来。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磨稍微粗一点，然后你泡的时候呢，那个怎么样，就是说让它那个过来的那个温度很可能就要怎么样，就是速度可能是稍微要快一点或怎么样，就是尽量不要让它太多那个杂味会出来，因为那个豆子很松软，味道很快就会出来。那如果豆子比较硬的呢，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要磨得比较细一点，磨得比较细一点，然后那个怎么样，焖煮的时间就要比较久一点，因为它的密度比较高，密度比较高那个味道要利用那个水温要把它这样子浸透出来，它需要的时间可能就需要久一点。所以你在磨的时候，你其实开始就在感受说，这个豆子我要如何对付你要如何对付它，然后自己慢慢去斟酌，斟酌久了以后，你慢慢就抓到这个豆子的一个特性，然后出来了不要说老婆赞美，自己喝的都觉得很爽，对不对？自己就觉得哇，今天泡的真好，这样。自己就有一种所谓的叫成就感。好，这个叫 DIY， 兴趣，然后呢又变 DIY， 然后在这，我们知道人是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男生喜欢修理东西修理家具，或自己喜欢做那个劳作？我们从小都要学做劳作，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做劳作的时候，因为你专心，所以很多的东西就会忘掉，很专注。像我 DIY 最多的是什么呀？镜头。老是会自己改镜头，然后我如果很疲惫的时候，比如说我上班很累，然后教书很累，回到家的时候，我可不可能要继续做研究？那会死人啊，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大学教授40几岁就挂，都是这样挂的。在学校教书已经够累了，指导研究生已经够累，回家还要继续做研究，
你所有的生活在同一个调性里头，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那你只有更加疲惫。那人在疲惫的状态之下，身体的免疫力会不会好？绝对不会好。身体的健康状况呢，迟早会凉亡的。那我们就知道说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一定是怎么样，转变到其他的领域去了。说跟我自己的工作、跟我自己的研究完全无关的东西，那我就喜欢磨镜头了。下面这三颗都是老师改的镜头啊，每一颗大概都花一天的时间，啊，从这个怎么样慢慢去设计，慢慢去拆装，然后去安装里头的这些怎么样？这个叫控制那个光圈的哈，然后这个是别的镜头拆下来的背镜，然后想办法把它组装起来这样哈。好，三颗不同的一个改法，那就是一个后壁的啊。我们讲说四号，可是这个四号里头又包含 DIY， 又包含变化的新事物，因为每一颗镜头的性能都不一样，你每玩到不同颗的这个镜头的时候，你那个拍出来感觉都不一样，同一个场景拍出来感觉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蛮觉得哇，蛮新奇的，对不对？像有些镜头拍起来会旋转，哦，那个背景会旋转，哦，那有的人就专门喜欢这一种，哦，啊，那我也会有时候会尝试去看看，就是说这个镜头为什么会旋转？原来是因为边缘的这个怎么样解像力，哦，这个突然之间崩坏，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对焦对的不是很准，然后呢，解像的那个怎么样，整个那个成像的区域不够大，所以外面那个成像都会变得是怎么样，就等于是叫做不好的镜头了，哦，啊，可是它的中间品质是非常好啊，到了旁边就变不好的镜头，所以整个都会旋转。好，那我们自己也会去试啊，东试试西试试，所以玩这种 DIY 你会花掉蛮多时间。问题是你那个时间沉浸在那里头的时候啊，比如说啊，我在拆镜头的时候，你那拆镜头能够想别的事吗？不能哦，因为你正在想别的事，你的镜头就摔坏了，或者是不小心就把那个什么镜头就可能就去摩擦那个镜片或干嘛，所以都要小心翼翼嘛。所以越是会让你专心沉浸的那种 DIY 的那种 hobby， 它越会让你忘掉白天所有的疲惫了，白天所有的不愉快了，啊，工作的劳累了等等，那些都会抛诸脑后。所以这个叫什么？培养良好的嗜好啊，顺便又可以 DIY， 顺便又可以怎么样？一直玩不同的镜头，变化的形式哦。好，再来，我们刚刚讲的运动，我们的那个运动的细胞源在这个地方哦，连接整个脊髓的神经元的，在这个地方。靠近那个小脑的地方哦，有一组细胞，它专门分泌怎么样脑内吗啡，然后你只要去动到它，也就是运动，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会应用到脊髓的这个神经系统，因为你要去走路嘛，所以你光走路啊，你光走路，它就会开始怎么样，那一组细胞就会开始分泌那个多巴胺。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喜欢慢跑，而且慢跑会成瘾？为什么会成瘾？就是因为分泌多巴胺嘛，你跑了以后会觉得哇好爽，是吧？那如果每跑一步都觉得很痛苦的话，我想人不会想运动，对不对？然后呢，哎，走一走以后，我觉得哇，全身舒坦，那个舒坦的感觉其实就是什么？多巴胺开始在分泌。只要你运动，任何方式的运动，不要过度激烈到让你的身体产生伤害，到变痛的话，或者是跌倒的话，基本上连走路都会分泌多巴胺。所以你每天去散步半个钟头，像以前有一个学生哦，上我的课，他也是怎么样，也是那个类似像忧郁症了，他其实没到那么严重，可是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了，上课几乎都常常请假，一天到晚请假，然后后来学校建议他办休学，然后他有一天就来跟我讲说，老师这个谢谢你的关怀，他要办休学这样，我知道他的状况了，我只送给他几个字。我就问他说：“你的 hobby 是什么？”他刚好喜欢拍照。我说：“好，那你有没有相机？”有。我说：“你休学期间什么事都别干，好好去学照、拍照，拿着相机在家里的附近到处拍，啊，什么都不要做，到处拍，有光没关系。”然后再来第二件运动，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在运动？”他说：“没有。”我说：“那好，背着相机到处跑，然后到处走，出门不要骑车。”走路，就走路，啊，他就真的是这样子，真的照做了。然后呢，半年之后他又回到学校了，
又跑来修我的课了，然后整个人神情不一样。我说：“哎，你忧郁症都好了。”他说：“好了。”所以忧郁症不是一种精神病，它只是就像人感冒一样，它需要一点时间治疗。而那个感冒的症状就是说，你的脑内的吗啡哈不够平衡。那你要让自己的脑内吗啡平衡，这里有一些蛮不错的好方法，其中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你任何时候都不错，你在这里甩手一样都是运动啊。所以你要发现身体、心理有任何不舒坦、任何不愉快啊，那你与其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还不如想办法运动，然后提升你的多巴胺浓度，让你的多巴胺怎么样，慢慢慢慢怎么样，这个让你的精神状态就会怎么样恢复起来啊。好，那再来呢？你看我玩相机，这个都是老师拍的啦，然后这也是老师拍的，这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傻瓜相机出门也蛮方便的啊、哦。我用傻瓜相机来写幸福日记啊，出门去这是全家福啊。那三个孩子现在都蛮长大，那在十几年前，十年前时候拍的啊、哦。这小孩子现在已经14岁了啊、哦，当时候才4岁左右，在上幼稚园。好，全家去出游啦。全家去出游，然后这个是在宜兰哈，然后就顺便做一下记录，这个记录就是怎么样幸福日记。十年后你这个东西再拿出来看哈，还是会蛮幸福的。像他们小朋友，他们就很喜欢看他们小时候的那些照片啊，还有我们帮他们拍的，然后喜欢全家一起看，然后全家一起看他过去快乐的时光哈，然后就嘻嘻闹，又想起从前的话，大家就会蛮快乐。所以这种幸福日记哈，是让人呢一种很美好的回忆。那为什么要写幸福日记呢？我告诉你们，人类一个非常很不好的设计，很糟糕的设计，它是为了我们求生存本能而被设计出来的。我们永远都是忘掉快乐的日子而记住痛苦，我们的本性被设计成记住痛苦。所以哪个人骂过你一句话的话，你一世人都记掉掉。那么哪个人曾经赞美过你哪一句话，你会一辈子都记住吗？不会，你很快就忘掉了。只是被那个人骂一次，你就永远记得。这个就是我们人啊，记住痛苦，忘掉快乐。本来记住痛苦，忘掉快乐，是为了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踩过的痛处不要再怎么样重蹈覆辙啊。所以有的人一失恋哦，就永远就怎么样，就不再谈恋爱，那是傻瓜，哦，那是傻瓜。因为就是你陷入那个只记住那个痛苦。然后你都忘掉，谈恋爱其实是蛮快乐的过程，对不对？你就整个都忘掉了，哦，好，人类有这种不好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写幸福日记。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把那些幸福的点点滴滴通通写下来，知道吧？然后如果分手了呢，就把它烧一把火烧掉，因为分手了你还再去看那些东西的话，你就发现是什么？幸福都会转变成痛苦，哦，所以就一把它烧掉。哦啊，可是如果两个人将来结婚呢？哇，那些幸福的点点滴滴，再把它拿出来看看。哎，你那时候怎么样？哎，你那时候怎么样？这吵架拌嘴的时候当做题材也蛮不错的，对不对？大家就会相视一笑，就架就吵不下去了，哦。所以家人的关系哈，哦，透过写幸福日记，其实可以营造不错的一种气氛。哦，这个是记住哈，哦，不要一天到晚写那个痛苦的回忆，知道吗？赶快把你痛苦的回忆清干净一点，让你的脑海里头容纳更多的幸福啊！啊，哦，譬如说最近很简单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类似像那种小确幸也蛮开心的，对不对？这个小朋友现在是念国二，他们很国中生喜欢玩一种游戏啊，叫做哈，在 Facebook 上面标注那个你50个你一辈子需要的人，你们有没有接到这种哈？他们就很喜欢玩这种游戏。标注50个你一辈子永远怎么样不能没有的没有他的人，然后这小朋友就把我跟我太太都标进去了啊，就好高兴啊，刚给他按赞，对不对？然后那样一个小小的高兴呢，我们可以高兴3天，到现在想到还很高兴。好，这个就是幸福日记的好处啊，你就记住那个幸福，然后忘掉那些不愉快啊。好，这个是根据我们人类自己的本性。然后最后的另外一个就是意义的认知了，啊。假如有些痛苦是躲不掉的，有时候人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比如说你最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你最爱的人，你希望跟他厮守一辈子啊，可是他却病倒了，离你而去，这样是蛮痛苦的，对不对？然后这个痛苦有时候会蛮难解哦。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些意义的认知了，啊，这个痛苦到底带来什么意义呢？
痛苦有没有带来意义。一般人都是觉得说啊，痛苦就是痛苦而已啊，其实不尽然。假如你失恋过啊，失恋一次的话，你永远沉浸在那个痛苦里头的话，那你永远就不会变得更好，你的下一个也不会更好。你就开始去汲取教训，看看你从这个失恋当中学到了什么。假如你学到了趋吉避凶，下次不要重蹈覆辙，那这个痛苦是有意义的，它怎么样让你成长，对不对？它让你成长，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可是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学到，你永远在重蹈覆辙，那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永远自寻烦恼，永远都是在那里反反复复做同样的错事，然后永远也不可能跳得出来啊。所以你不要看有些人哦，好像他的人生好像呢，一副呢好像天塌下来他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很多人那都是怎么样经历过我们一般人没有几乎没有无法想象的那些痛苦，然后经历过那些痛苦，他仍然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呢从中怎么样得到他成长的那种所谓的养分，那这种人他才真正变成是一个所谓叫做成熟的人格。好，这是意义的认知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们碰到那种没有办法避免的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想一想，这样的痛苦给你带来什么，让你学会了什么，学会了什么，这是更重要的，这个叫做意义的认知。好，这几样事情是我们大概统计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里头你自己就可以做得到的，不仰赖别人，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多巴胺浓度要不要提升，操之在你自己啊，不是操之在别人啊，要懂吗？所以下次如果老师把你当掉蛮痛苦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不能来求老师说，老师你这样闹我很不愉快我告诉你啦，外在的世界不会配合你演出啦，但是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你如何去面对那么不好的成绩，对不对？你就告诉你自己，我不要再上课滑手机了，我下次要改进学习的心态，那你下学期的成绩很快就会获得怎么样改善。所以跌过一次跤未尝不是好事的啊。好，这个是我们操之在我。那除了操之在我的部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做，可以怎么样这个增进我们的快乐。我们过去常常都听到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听过吧？对，从小就会讲。可是为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如果你帮助的人又反控告你怎么样欺侮他，那你不就是助人为痛苦之本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你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那个多巴胺也在怎么样分泌，因为你能证明你能够帮助别人，然后看到别人从某一种困境当中脱困，就是那个过程，其实我们就会有一种所谓的什么，跟别人共同分享那个快乐的那种 sympathy 的这种怎么样快乐感。所以人类的情绪是会渲染的，看到一个人痛苦，小孩子看到他的狗怎么样受伤，或者是他的动物受伤，那小孩子也会怎么样难过，也会快乐不起来。比如说我们如果现在放一个 IS 那个斩人头的照片在你们面前，你们快乐得起来吗？快乐不起来，对不对？那种场面就是非常的血腥。可是我们现在看一个场面，是有个小孩子在那边笑，很欢笑的在那边玩乐，我们哪怕是放一个影片好了，你会不会也很开心？会，你也会感染到那种所谓的开心。所以人类的那种情绪是会互相传染啊。所以因此，我们如果有办法让你周遭的人从那种痛苦转变成快乐的情绪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得到一种快乐，这个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人好像没有声音
在家里放有声音，在这里放就变没声音。没有声音哈、哦。好了，我们看无声的好了哈。啊，我用解释的哈，这个是他 Peter Singer 一个非常有名的伦理学者哈。他从 YouTube 上面的一段影片，就是这个小女生哈被车碾过，然后陆陆续续的怎么样，就是经过的人哈，你看啊，有路人经过就装作没看见，小女生倒卧在血泊当中，可以当作没看见哈。啊，另外呢，骑脚踏车的哎绕过去，他们以为是洋娃娃，是随后还有更多人哈，啊，还有另外一台车又压过，到最后这个小孩子是不治的，那个场景是在中国深圳啊，深圳。美国人都觉得说他们一定都会这样不会是置之不理哦，真的是这样吗？你再看看哈、哦，这个是联合国哈、哦，联合国的一个报道，就是全世界哈、哦，这个每年死于挨饿哈、哦、贫穷哈、哦、的这些小孩子哈、哦，就是好几千万哈、哦，好几千万，然后数字哈、哦。1990年是1200万啊，现在每年仍然有怎么样690万，每天平均的19000名儿童死亡，这个数字蛮惊人的。啊，也许不在我们经过的路上啊，哈，可是我们看报章媒体啊等等等，其实都还是蛮看得到，啊，都还是会看得到，对不对？啊，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说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会嘛。我们都觉得说那跟我无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跟那些路人哦，在道德上，可能他的说法是这样，有没有什么两样？跟那个看到一个小孩子倒卧血泊，然后就走过去，这不关我的事，有没有两样？他认为没有什么两样，啊、哦，基本上其实是怎么样，很像啊、哦，其实是很像。这个是Peter Singer 的一个观察啊。这值得我们反省的，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哈，你不要以为需要花很多钱了，其实帮助人并不需要花很多钱的哈。他们统计过了，在非洲一个小孩子一天需要的食物的费用啊，其实就是$1了，$1就可以让他怎么样温饱，啊，然后让他不至于陷入那个所谓的那个贫穷线，一天只要$1，那个其实没有多少钱啊、哦。那甚至有些家族是这样，$1就是他们全家的食物的费用，一天的食物的费用。所以你只要一天$1，那台币才不过多少钱？现在才33块，对不对？33块就可以让他们一家人得到温饱。33块的话，那你一个月才多少钱？就900块嘛。那你一个月捐个1000，你一年也不过就捐10000。12000而已嘛。假如你将来开始工作了，当然我不指望你们现在就能捐了哈。可是你将来如果开始工作以后，一个月多负担1000块，应该负担不大啊，不会太大。这个时候你如果可以帮助人，那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组织啊，啊，透过这种组织，你可以去帮助到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国外的我现在已经是停止了，以前我是透过世界展望会了。后来是对世界展望会非常的感冒，就是他老是跟这些政治活动啊会扯上一些关系，后来我就把它终止掉了。后来改去帮助那个罗东圣母医院啊，罗东圣母医院，还有这个台东啊，台东也有一家圣母医院，那个都是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白衣会啊在管理的，他们需要一些病床，需要一些怎么样那个物资，然后救助那一些穷困孤苦无依的这些老人啊，或者是病患等等等，那我们就是把捐款转变到那边啊，好。
这个是我跟我太太每年都固定捐几万块几万块这样子捐给这些这个慈善机构。那就是说你在你知道你捐出去的这些钱都会用在照顾一些需要被照顾的人身上，我们也许没有时间去照顾人，当然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去参加志工团体这也很好，我们学校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志工团体，你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那会得到一种快乐感啊，一种快乐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好，所以我们得到两种，就是说你如何让自己快乐哈，让这个自己幸福，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除了帮助别人之外，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么多方法，其中一个就是让自己的怎么样多巴胺浓度能够提升。那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看，有钱是不是一定能够让你幸福？那可不一定啊，那可就不一定。有地位是不是一定能够带给你幸福？那也不一定，哦，那也不一定。权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春药，人家讲说，哎，有权力的人可以指挥，啊，那就是这种把使唤别人，别人都只能听你的，那是一种所谓的成就感，一种满足感嘛，对不对？可是你在满足这种成就感、满足感的过程当中，你相对的，你其实也付出蛮多的啦，也付出蛮多的。比如说像我有一些朋友哈，我常常在讲说，那些有钱人其实不见得快乐的。然后那个很会赚钱的人是不是一定也快乐？也不一定，我看到很多都不一定快乐。像那个股市里头那些叱咤风云的那些人哦，哎，那个私底下你如果跟他聊起来，你就会发现那很多都已经是躁郁症了。他需要去股市里头那种征战，然后在征战里头满足那种多巴胺浓度突然之间的那种怎么样大量增加，哦，可是他还变成那个上瘾，上瘾了以后他一天不做怎么样，他就觉得全身就不对劲。哦，然后压力其实也蛮大的，因为如果做错了一个投资的话，那就惨赔啊，破产了，啊，破产了之后，那整个那个压力全部都来。所以你说这些人呢，大起大落，其实那个压力非常大，啊，压力非常大。那你何苦给自己搞到这样子呢？对不对？像我们刚刚讲的，老师讲的那些方法，你玩玩咖啡会死人吗？一杯咖啡多少钱？一磅的咖啡才多少钱？你不要每次都要喝那个3000多块的嘛，对不对？那200多块的那个公平交易咖啡就很好喝啦，对不对？然后一个镜头能够怎么样让你耗费多少钱？你不会嘛？像我那种都是eBay上面买回来，有时候是连运费的1-2千块，然后东西卖出去还可以卖个30000块，赚点小钱来花花就有钱去喝咖啡啦，对不对？所以要幸福没有那么困难，可是要把你的幸福葬送掉呢，很容易，确实很容易啊，哦。所以这个地方你还是怎么知道怎么去调控？如果能够调控的好，其实基本上你的幸福是有一定的保障在，哦，你就不会反过头来，你就不会再去想说，哦，我一定要得到什么高位，我一定要中乐透，我一定要怎么样爬到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掌握什么样的权利，你就不会一直去怎么样渴望那些东西了。你就会比较容易懂得知足，这个知足必须要是你身边真的有东西可以让你自己满意的，你如果身边没有东西可以让你自己感觉到满意的话，你如何知足得起来？大部分人都满是不快乐，真的闷了，哦，闷了，哦，一直闷而已啊，哦，那虽然会常常把知足常常挂在嘴边，那个是用来说服自己不要一直在那边不快乐的，当然也不是坏事啦，去念念佛啊，去干嘛啊之类的，好像也可以得到一点心灵的一个平静，把这些不愉快全部都忘掉，那是用意义认知的方法，我也不排斥，但是还有更多更积极的面向啊，你其实可以让运动一下，然后呢尝试一下变化的心术，其实你就可以保持在一种所谓叫做幸福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幸福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啦，而是怎么样你垂手在你身边就垂手可得，问题是你懂不懂得去掌握啊。好，那这个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下面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哈，对这种效益主义哈，这是美国一个所谓叫自由主义的一个哲学家，非常有名，他对这个效益主义的一个批评，那这个批评呢到底本身有没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哈，下一节上课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刚刚有同学在问说，老师出的那一题有没有在 PowerPoint 里头？有吧？有吧？火车那个例子，有吧？教育资源平台上 download 得到吧？
在当落不到呢，是我的问题吗？所以你自己要先自己去想办法哈、哦。那当然答案不在那里头了，答案是横跨了三四个单元的哈、哦。所以你自己要去想办法，看要怎么去回答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知道效益主义的一个理论是认为说，只要能够带给我们怎么样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那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哈、哦。这是他的一个理论的哈、哦。那Nozick呢想出了一些办法哈、哦、去。反驳这样的理论，我们要看看他这样的反驳到底成立不成立了、哦、他说第一个，他说按照效益主义，如果幻觉，比如说吃了迷幻药以后那个沉溺在某种幻觉里面，他说如果那种幻觉能够带给人们更大的快乐，那人们应该待在幻觉里头，而不是回到现实不理想的人生、哦、比如说啊，假如你性幻想能会一直给你很大的快乐的话，那你就一天到晚沉溺在性幻想里头就好了，有点类似像那个意识了、哦、然后第二，人类天性上就厌恶这种幻觉式的快乐，并且宁可接受苦乐夹杂的真实人生。然后第三，所以根据一跟二呢，他认为效益主义并不适合作为行动的指导原则。好，这样的反驳到底是不是一定能够成立呢？我们说、这个可就很难讲。比如说我们看第二个，人类天性就厌恶幻觉式的快乐吗？喝一吸毒啊，对不对？然后为什么那么多人沉溺在那个电玩游戏里头？电玩游戏里头那不都是一种所谓的幻觉式的快乐吗？可是这个地方啊，它的论点其实是有点麻烦。其实我们很难说我们厌恶快乐啦，大概很难。假如那种幻觉都是会让我们产生类似像多巴胺的那个分泌的话，其实人类会喜欢这种幻觉的。就为什么电玩游戏会沉迷啊、哦？或者是说你吸毒也会沉迷，那玩任何东西都会沉迷，玩股票也会沉迷，你知道吗？哦、其实王老师在那玩镜头会不会沉迷？也会。永远少一颗，都会落入那种心理，这个都是所谓叫沉迷。可是问题是你要节制啊，哦、节制，就是你玩任何东西都不要玩到倾家荡产啊，不要玩到你负担不起啊，不要玩到造成负担，啊、哦，玩到造成负担的话，那就有压力了，啊、哦，就有压力了。所以我虽然玩镜头，我不可能整天沉溺在那里头啊，我还要工作啊。我还要去运动啊，我还有家庭生活要照顾啊，对不对？我还有其他事情啊，所以不能够一天到晚只是宅在怎么样自己的电脑面前这样啊。除了那个之外，其他的世界都一概不知，这个也很麻烦啊，这样也很麻烦。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讨厌快乐啊，如果幻觉能够带我们快乐，其实我们会不会厌恶？不会啊。我们其实真正厌恶的是幻觉式的快乐带来的后果，带来的后果，譬如说。吸毒本身是会让人沉溺的，不是会让人不快乐。可是吸毒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我上次好像也讲过，就是说，因为它是所谓从外面打进来的吗啡，我们的身体对这种吗啡是有排斥作用。啊，虽然它会让你兴奋，可是那个排斥作用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脑细胞有几个叫侦测那个脑内吗啡浓度的那个脑细胞叫 default 细胞， default 细胞会因为外面打进来的吗啡会使它受损，使它受损以后它的感受能力就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迟钝。所以第一次一克的吗啡你就会很兴奋，因为那个制造的那个怎么样吗啡的量你就觉得说啊、哦、很够很够，然后可是你的那个感受细胞就受损。受损了以后呢，第二次呢，你吃一克哦，它没感觉，你必须要吃到两克，然后呢，吃了两克以后呢，就受损更多，就是剩四分之一的侦测能力，四分之一的侦测能力，你要让它达到之前那个百分之百的感觉，你下次就要四克，然后就成叫做等比级数成长，第一次一克，第二次就要两克，第四次就要四克，再来就要怎么样？就要八克，再来就要十六，这样一直累积上去，到最后你就越陷越深，然后怎么样，就越来越买不起啊！因为你要达到第一次的那种感受，你就必须要付出怎么样几十倍，那个怎么样那些金钱，所以倾家荡产都不足够让你一个人什么去追求那个幻觉式的快乐，结果幻觉式的快乐追求到最后是你连幻觉式的快乐都无法掌握，
你完全被怎么样毒品操控，这是他的悲哀了。那种悲哀才是让人厌恶，才是让人厌恶。所以那种碰不得，知道吧？那种碰不得。假如不是主控权在你的那种快乐哦，都要小心，最好都要怎么样避开来啊、哦，避开来，最好去追求那种自己可以掌控的。哦，泡个咖啡啦，去运动运动啦，去 DIY 啦，学一个 hobby 啊等等之类，这个都是怎么样自己可以掌控的啊、哦。那一种快乐其实大家都是一样会喜欢，所以重点不是说厌恶这种快乐，而是厌恶那种幻觉式的快乐所造成的后果。一个人如果长期沉溺在那个电脑电玩的那一种虚拟快乐里头，结果是什么？心脏麻痹啊，很多人不就在那个打电玩连续2、3天3夜不眠不休，有没有啊？持续维持在那个兴奋的状态，你觉得你心脏受得了吗？受不了，然后就挂了，对不对？这就好像说这样子比喻了，你能够持续3天3夜做爱吗？啊，都不停止3天3夜一直做爱，一直做爱这样下去，你一定会心脏麻痹的，我们身体负荷不了，所以。那一种幻觉式的快乐导致的结果是你无法再继续享受那种幻觉式的快乐，那个才是会让人厌恶的原因，而不是这个幻觉式的快乐本身就是我们厌恶。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啊。他的，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说，按照效益主义，如果幻觉能够带给人们怎么样更大的快乐，那人们应该待在幻觉里头，不是回到现实不理想的人生。问题在这儿了，我们讲过，就现实不理想的人生，我们不会把它认为就是。等同于不快乐啊，重点在于你能够把一些痛苦转变成怎么样，它是变得有意义的啊，是让你学到一些东西的。那恐怕人们还是觉得现实是怎么样比较重要。那再说，你要呆溺在虚拟实境里头，虚拟实境某个层面上面来讲，只是那个境是虚拟的，可是你的身体是现实的。你的身体需不需要养分？要。你的身体需不需要一些现实的这些供应，现实的这些活动？要吧，你总要吃饭嘛。比如说在那个打电玩的人，你肚子会不会饿啊？你一直在那打，一直打，手一直在动，你手会不会累啊？你需不需要去吃点东西补充体力？你一样要嘛。那补充体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什么？是很现实的，你不吃就是不行嘛，对不对？啊，你不睡的话就是不行嘛。所以那些现实的这些东西，你其实种植在玩虚拟实境里头。除了连你自己的这颗脑，连你自己的这些身体都是虚拟的，都完全虚拟的，从那个虚拟的世界就可以得到供应，除非是那样啊，不然它还是现实的。它现实的就有一些现实上的需求必须要满足它。那这些东西你如果现实上不满足的话，你的身体直接就告诉你不会快乐嘛，对不对？所以达到就暴毙，你快乐不起来了吧？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反驳哈。恐怕是有问题啊！人们必须要回到现实不理想的人生哈，那是因为人们很清楚，纵使在玩虚拟实境里头，人们还是需要怎么样迁就现实的，对不对？还是要迁就现实，你还是要怎么样吃得饱饱的，精神很好，你才去玩虚拟实境啊，对不对？然后当你那么要是感冒病得很重，你能够玩虚拟实境吗？好啦，假设这样子啊，你已经。感冒已经病得这样病恹恹，然后一直咳嗽，然后呢，你打开虚拟实境啊、就进入那个性幻想的虚拟实境，那你会爽吗？跟你讲，爽不起来的，搞不好、哦、稍微碰一下就痛得要死了，对不对？所以那反而是反效果，哦，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说我们还是会回到现实不理想的人，而是现实在虚拟实境里头一样是怎么样，一样要兼顾，一样要面对，你根本不可能逃脱了。现实是一个像一个很大的网络一样，你根本不可能逃脱的了，你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哪怕是虚拟实境也一样。再来，其实这个才是怎么样真正效益主义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哈，这是真人真事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一直把它记下来。从921之后，这个例子我就一讲再讲啊。921大地震啊，我已经忘了是几年，1996的还是1996还是99，我已经忘了。921大地震，台湾中部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创，7.2级的。前几天那个是6.8级，还在外海，对不对？6.3。然后你知道那个921那个地震是七
7.2， 而且震央在南投，哦，那就很惨了，而且是浅层地震8公里，离地表只有8公里。前几天那个是6.3，是在外海还是在海底30几公里的地方？那你离地表8公里，然后又震央在南投，你就知道会有多惨了，哦，所以当时候整个那个中台湾，哦，那凄惨了，真的是很凄惨。我们家也是断水断电1个礼拜啊，哎，1个礼拜，甚至到最后差一点快断粮，然后从山上走下来，怎样买一个油饭要走半个钟头，哦，我住戏子山上啊，哦，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了，啊。然后那个水后来都是那个消防车哈，哦，送上去，然后我们才去怎么样，挨家挨户都是拿那个水桶去怎么样提水，这样再过日子啊，哦，那是921的时候。好。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哦，921之前因卖 Hello Kitty， 你知道 Hello Kitty 正好是那个时候推出来的，在是麦当劳推出来的，就是哦，你要买多少那个什么样麦当劳的那个 ，sorry， 你买多少麦当劳的这个怎么样这个汉堡，然后再加购多少钱的话，你就可以换那个 Hello Kitty。那个时候在那个全台湾造成风潮，几乎很多的那些小朋友都在拉着家长哦，就是怎么样去排队，大排长龙啊。麦当劳光卖那个 Hello Kitty 的附加价值哦，大概一个月之内哦，净赚大概差不多2亿。一个月不是卖汉堡赚，是卖那个 Hello Kitty， 啊，哦，那些那个小玩偶这样净赚哦，将近快2亿。然后呢？刚好就一个月后发生921大地震，麦当劳3天之后宣布捐款120万。报纸的大标题哈，所有的报章杂志哈都是这样的大标题，而且是头版，麦当劳只捐120万，哦，那个几个字这样很伤哎，只捐120万，多大的标题。然后新闻媒体也报，也是这样报，麦当劳只捐120万，哦，那个每一家都在大放送这样。哎，一家企业捐120万，我们应该给他鼓掌，不是吗？应该是这样吧，哈，哦。王老师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拒绝踏入麦当劳，不吃就不吃，我改吃摩斯汉堡。巨吃麦当劳，真的，哦，从那一刻开始，很多，哦，麦当劳几乎是以前是门庭若市哦，再来就变成怎么样门可罗雀哦。我有一次大概7、8点的时候，那样子开车经过戏子的麦当劳，回家往里头一看，哇，好冷清哦，只有1、2桌，知道吗？2层楼的那个麦当劳，这样只有小，而且是真的是晚餐用餐时间，照理说应该是客满才对的。他说：“当然，震后大家也是怎么样啊？无心在外面饮食，可是那个也代表了一个心理，台湾人抵制麦当劳，所以一个礼拜以后，麦当劳受不了了。高层开了会议以后，怎样？宣布加码到1200万。报章杂志有没有报？有啦，有报。麦当劳宣布加码到1200万，有没有人给他喝彩？没有，没有。”还出现了很多批评麦当劳的浪潮，哦，我们是还好没有像中国大陆一样拿石头去给人家砸麦当劳了，哦，那中国大陆听说那个四川那个怎么样汶川地震的时候，哦，那个麦当劳跟肯德基都被砸，他们还捐不少钱呢，几千万的人民币还是被砸，哦，他们觉得捐得不够多。台湾人是比较客气的，台湾人就拒吃麦当劳，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就开始跟我一样拒吃麦当劳。纵使加码到1200万，我会不会给他喝彩？不会。甚至呢，他又加码，免费供应灾区儿童麦当劳早餐。就只要你是那个台中大里那一带的那个居民，因为那是重创嘛，啊，哦，然后只要是那些当地的那个灾区的哈，那个麦当劳无限供应早餐，让当地的小朋友都有早餐可以吃。好啦，算是也是义举啊，对不对？然后麦当劳还很可怜的召开会议说，我们也是受灾户，我们大理的麦当劳也怎么样，也倒塌，也很凄惨，我们也是受灾户。麦当劳，你跟人家说什么你是受灾户？你全省其他的地方还是照常营业，没有倒啊，哦。然后呢，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报道，哦，这个报道真的很两极，那个太两极。
有一个小妹妹哈，台北的，小六。当时候就大家开始捐款，我们淡江爷爷那时候捐了，王老师一毛钱都没捐，我蛮吝啬的。我捐了一条棉被，我诚实的告诉你，当年我只捐得起一条棉被了，因为我每个月生活费就只剩5000块，我一个月生活费就只剩5000块，我每一天哈、大概零用钱大概是100块钱，零用钱100块钱，那时候真的是蛮穷的。跟学生过得一样强，所以我一毛钱都没捐，我捐了一条棉被，家里看一看这个棉被用不上，好了，就捐到灾区去，我拿到学校来捐，然后就是会有那个货卡就载往那个什么灾区，很多的大学生投入啊、哦，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报道出来啊、哦，让王老师看得非常汗颜，就是这个小妹妹，小六的小女生，他们学校在募捐的时候，这个小妹妹拿了一个大铺满。报到学校去哦，那老师把它打破一算，6000多块，都是5块钱，一个钱，6000多块，那很多钱的，一个小朋友，老师就吓到了，因为全班他捐最多嘛，啊、哦，而且是一个大铺嘛，就是那个老师就觉得说这个一定要跟让家长知道，就打电话去告诉他那个小孩子的妈妈，然后那个妈妈就说我知道他有说要捐钱啊，可是我不知道他整个铺满全拿去了、哦、我以为他就是捐他的一些几百块钱的零用钱这样，他没有，那个小女生把他所有的积蓄、哦、而且这个积蓄是怎么样，是他准备要买一整套的芭比娃娃的钱，他存了怎么样，存了快一年，好不容易的累积到6000多块、哦、一口气全部捐出来，结果呢？那个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晚上回家哈、哦，没有斥责这个小孩子，然后告诉她老公以后，她那个爸爸还不错，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她的爸爸马上又6000多块全捐了，爸爸在家嘛，3000多块帮他补到10000块，隔天又带了3000多块，我爸爸说要再帮我补到10000，哇，那个老师就很感动啊，然后这个感动的新闻呢就传出去了。就大概有家长或者是小朋友的传嘛，怎么传就传到记者的耳朵里头去，然后就报纸就看出来，后来呢电视媒体也就追到了，然后就跑去访问那个小朋友，那个我有看到那一则报道，那个小女生真的很单纯，她说她看到灾区很多的小朋友。断手的断手，断脚的断脚，然后爸爸妈妈被压死的，就是变成孤儿。然后他看到那么多小朋友怎么样受到那样的一个灾难，他说他不想要芭比娃娃，哦，他不忍心看到其他的小朋友过那样的日子，所以他想要帮助他们。好，这个新闻真的是蛮震撼的哈、哦，所以我也觉得蛮汗颜的。我后来就怎样跟他一比，我都觉得大学教授比不上一个人呀，比不上一个这个小妹妹。我应该把那个月的薪水5000多块全捐出来，然后呢，这个发誓说这个月全部吃丈母娘家的，对不对？一毛钱都不要花，5000多块全捐出来，好吧？哈，应该要这样的啊，立志要学这个怎么样小女生。好，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根据效益主义，你要怎么判断哪个行为比较道德？捐1200万的麦当劳比较道德，还是这个捐6000多块的小妹妹？哪个比较有效益啊？这两个行为啊，我们不要拿120万，拿1200万，后来麦当劳加码到1200万，然后这小妹妹被加码到10000了啊，10000跟1200万，你觉得哪个比较有效益？哪个效益大啊？你们一定都会认为1200万啊，认为1200万比较有效益的举手，举高一点的不用怕啊，统计一下嘛，来举高一点，我清点一下啊、哦、赞成这个效益主义的理论呢，1、2、3、4、5、6、7，7个，认为小妹妹的行为比较有效益的举手，然后其实蛮多的，2、4、6、7，哇，7票对7票，打平，很难决定，对不对？来啊，我们访问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小朋友的这个行为比较有效益？为什么？他可能会感染其他人。就说叫做涟漪效应会更大。嗯。啊、哦，对不对？
像汪老师就觉得汗颜，所以以后等到我经济许可的时候，我每个月都是固定捐怎么样上万的钱，每个月，因为我就觉得真的跟那个小女生比有点汗颜。可是你是支持那1200万的，说说看。比较能，就钱比较多，比较能做别人。1200万钱比较多，比较能做更多的事，说的也有道理啊。可是你觉得他说的没道理吗？涟漪效应，涟漪效应能够1200万估计吗？还有啊，麦当劳这1200万，你觉得还有一种什么效应？寒蝉效应。什么叫寒蝉？哼，麦当劳都赚那么多钱，都只捐1200万，我王老师赚的钱这么少，干嘛要捐？这也另外一种寒蝉效应，不是吗？或者是负面的效应。所以你们刚刚在支持这个1200万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负面的效应统计进去？显然没有。经过我这样提醒，要不要统计进去？要吧。富人的吝啬也会感染哦。这感染是什么？负面的感染。他都那么吝啬，他都那么有钱，他都不捐了，为什么我要捐？你会不会这样想？会。然后反过头来呢？哎呦，这个小女生才小六而已，对不对？没有受过什么大学教育，她都捐他所有身上所有的积蓄，而我们这些会赚钱的，对不对？身边还每个月收入好几万，我们这么一毛不拔，汗颜吧，汗颜。所以这就意味着效益主义哈，遇到了一个困难，统计上的困难。涟漪效应所产生的那些统计数字，你难以估计啊。你不知道多少人因为看了这个怎么样？他本来是一毛都不捐的，是看了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新闻以后呢，干脆把他的积蓄几万块全部都领出来，全捐了。会哦，会有这种效应哦。比如说这次哦，你知道那个这次有一个效应哦，跟你们讲真话，那个高雄这次气爆有没有？高雄这次不是气爆吗？哦，蛮惨的了。我是高雄人啊，而且气爆的那条路啊，就是我小学上学6年每天要走的路啊，就是那一整条路啊爆掉了。我是从三多路的消防队到五泉国小，开元路五泉国小的那一段三多路，就是我每天来来回回所走的路啊。所以你知道那个有多伤，我还有很多的同学亲人都住在那附近啊。所以当天晚上我们是一直打电话，确定他们怎么样平安无事。高雄气爆呢，有一个小额捐款啊，当时大概气爆出来大概没几天嘛，就有个小额捐款，就是你到那个超商便利，我们在全家便利上面就可以捐了，小额捐款嘛，就是说一个人好像是2万块的样子，一个人2万块。我大概是第一批冲进去的，就当天开放，我当天就冲过去的捐款。为什么我会捐？因为中央说那不归中央的事了，中央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高雄市了。结果我们这些以前小时候在高雄长大的，现在出外的这些，在我们曾经是高雄人，心里就非常的气愤。好，政府不捐，政府不管。我们自己高雄的子弟，我们自己来管，所以很多人就怎么样，冲到全家便利商店去捐款。结果你知道后来统计出来那个捐款的数字吓死人，有没有？后来是这一种捐款累积的钱远远超过那个怎么样，超过整个工程经费跟救灾所有的经费，远远超过那个短时间之内哦。所以有时候那个马政府哦，你不要那样子推卸责任，也许还好一点。你那时候说啊，这个钱我们中央全部怎么样，全部支出，我们行政院全部负担的话，也许陈局拿不到那么多钱，对不对？然后中央宣布这样子撇清说这不关我们的事，你们地方自己要负责，然后中央一毛不拔就把这些小老百姓惹火了。我与其再怎么样缴税交给你政府，我宁可把钱拿去怎么样捐给这个怎么样高雄市政府，然后我拿来抵税，我也爽，虽然抵的不多，我也爽，对不对？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们高雄人，对不对？
所以哇，那是那个捐款很可怕，捐款到人啊，中央眼红啊，说要课税，说要课那个高雄市政府的税，后来被骂，又收回去了。自己不负担也就算了，然后看人家这样子，这个救灾的这个募款，竟然这个超过这个中央能够给的预算哦，真的是丢脸丢到家，然后就眼红，还要去课人家的税，天底下就很这种，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行为所产生那个效应，你其实很难估计。你中央这样子故意跟灾区的灾民这样子哈，冷血的讲这种非常令人冷血冷齿的这种话，你得到的那个反效果，刚好是那个大批的那个怎么样，高雄的这些亲朋好友们全部通通都站出来。不管男女，全部都挺这个高雄市政府，就募到一大堆钱，花都花不完。所以这个是你当初一定都中央政府一定没有预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单纯的一个行为啊，所产生的那个这个涟漪效应到底会有多大，其实真的很难讲，真的很难讲。这也是效益主义被人家所诟病的地方。效果，一个结果如何计算？如何计算？签了胡茂一定利大于弊吗？两岸开放一定利大于弊吗？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湾一定利大于弊吗？你去访问南投日月潭周遭的那些商家，你就知道了。那些商家，日月潭是中国大陆客最爱去的地方，那些商家有没有受益？没有，反而深受其害。因为涌进的大量的这些怎么样，大陆的这些观光客，他们全部的作业是一条龙式的，游览车是直接带到他们中国大陆人投资，然后透过台湾商人在怎么样日月潭设的据点。那个据点哦，哎，我真的是两岸开放观光以后，我还特地跑去参观，然后看那个门面盖得很大的，然后里面好像是卖精品的，然后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要进去，就竟然被挡在门外，所以这里不是不开放。当然了，人家商家是不开放，你不能硬闯啊，对不对？那不对外营业的，然后就看到那整团的大陆观光的那个团，就整团这样带进去。所以类似这种商业行为，只有少数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拿到利益，然后呢，涌进大量的观光客，游艇都满满的，再来就完了。台湾的散客不来了，日本、欧美的这些散客也不到日月潭去了，所以那些日月潭那个码头旁边的一家那个天人茗茶盖了一家大饭店，那个很大的，我们进去哦，哎，我就发现坐在那里喝咖啡还蛮不错的，然后日月潭的那个红茶是蛮顶级的，阿萨姆那个顶级红茶，然后我们在买红茶的时候，我是闲聊，我就问那个店员说，哎，你们现在天人茗茶在这里一定热卖哦，你们在大陆又很有名气哦，然后日月潭中国观光客这么多来，一定都会跟你们买到你们哦，手软，对不对？收钱收到手软，他就开始 complain 了，他就说哪有，情况刚好相反，他说以前散客还很多，散客哦基本上来都还会跟我们买这些名产，然后现在这些大陆观光客根本不进我们的店了，根本不会进我们的店。然后呢，有的话还只是在码头稍微逗留一下，马上就带走了，所以完全赚不到。他说整个营业额反而往下降，然后连台湾的散客也不去了，所以到底谁赚到，很难讲。所以你一定在那边讲哦，利大于弊，利大于弊，到底谁得利的？谁得的利呢？然后你只是看一个统计数字，说每年带进来的观光财有多少，这些观光财谁赚走？如果效益主义讲的是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这个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不是看最后那个统计数字，哎，你是看这个统计数字平均分配到多少人身上。假如我们现在是有怎么样，有100个人，然后我们总收益是1000万，可是这1000万集中在其中一个人身上，其他的人一毛钱都没拿到。然后另外一个方案呢？确实怎么样，平均每个人至少大概都还有怎么样那个100万或1万块可以赚，那100个人也刚好就1000万，
每一个人都赚了100万，那请问哪个效益比较大？哪个效益比较大？你还是用最大估数的，所以你那个利大于弊，你不是看一个总数而已啊，你还要看那个平均下来的怎么样，分配到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平均值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最大值？如果那1000万是只有集中在一个人，其他人根本一毛钱都没分到的话，我想你很难说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所以这个地方哈，有时候很多的政府单位都是什么刻意去扭曲这个效益主义，不要说是怎么样台湾的，连美国都一样啊，连美国都一样。我好像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班有放一个那个美国一个那个 talk show 的那个节目，他讽刺的非常好啊。美国其实上99%的人在贫穷线以下，1%的人呢想。哦，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个大部分的财富，所以美国贫富不均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然后每次哈，其实连奥巴马最早在竞选的时候都拿出来，他说他要消弭贫富不均呐、啊。结果怎么样？他的反对的阵营的敌手就说：“奥巴马，你又在操作这个什么样阶级斗争啊？”把穷人就分一边，然后富人这样分一边。你看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每次说要加那个什么样，再加那个什么税啊，富人税，然后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们是在政客是在操弄阶级斗争，对不对？有刻意要划分这个阶级。然后美国的很多的这些有钱人啊，这些国会议员都是那些有钱人，背后都是有那些财团在支持的，跳出来都是在讲说，就有一个跟奥巴马竞选的对手，他跳出来是讲什么？他说。美国哪有穷人？没有，美国没有穷人，美国只有富人跟即将富有的人。即将富有，听起来很好听啊！只有有钱跟即将有钱的人，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会知道 M 型化的社会啊，如果一个社会中产阶级消失了，然后两极化，要么是有钱，要么是没钱，变两极化之后，社会就糟糕了，这个社会不会快乐。所以你们大概很讶异哈，联合国的幸福指数平均值，台湾蛮名列前面的，还在美国之前，跟西德并列，然后呢，超过日本。哎，这个你们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日本那么先进的国家，对不对？美国那个他们的人均所得那么高，3万多，我们才2万而已，结果。他们的幸福指数还在我们之下，不要笑了。你知道我们的幸福指数比尼泊尔还差吗？不丹呢、啊？我们的幸福指数比不丹还差。然后你知道不丹的平均人均所得多少？2000美，我们是20000美，他们10倍。结果我们比他们不幸福，我们排名20几，不丹排名到第6还第7。不丹的排名仅次于挪威那几个北欧国家，那几个当然是高所得，可是他们是怎么样，半社会主义国家，啊，所以他们缴税缴得很重，然后可是整个那个生活受到的那个照顾啊，不管医疗啊、教育啊，每个人哈、哦，每个家庭不需要为他的小孩子的教育筹措经费，每一个家庭不需要为怎么样家里的老人怎么样担忧将来的照顾，都没有这些问题，这个社会里头完全没有这个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怎么样幸福指数几十年来都维持在怎么样前五名，挪威、丹麦、瑞典，以前是冰岛啊，冰岛有一阵子蛮惨的，然后芬兰这几个国家一直都名列前茅，那台湾排名20几也还不错了，至少比美国好。然后我起先我不太了解说为什么，直到有一次刚好遇到一个美国退休的语言学教授，他还长春藤名校的人，你知道吗？退休的语言学，不过教语文学的，因为大家都学人文的，我是教哲学，啊，很高兴的就坐在路边就聊起来，他说、啊、你教授，我也教授，啊，你台湾教授，我说美国教授，教什么？教哲学，教语言学，两个人就开始一搭一唱就开始在那边聊天了啊，我们的女人都去瞎拼去了哈，啊，男人在那里怎么样？哎，闲晃。在外面街头休息这样，结果怎么样？就聊聊聊啊，然后就聊到这个幸福指数啊。他就说，他
他就说他好羡慕台湾人。我说你羡慕台湾，我们台湾人哦，那些哦，那个很多人都想要怎么样？像我们以前都有一句口号叫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这样，哦，就是考进台大都准备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就过来，以前都有流行这样，现在比较没有。他说为什么你羡慕台湾？台湾很棒的健保，连看病什么都怎么样，只要缴一个挂号费，其他的费用都怎么样，全部都是健保 cover。 那我看美国是不打生病，就是退了休以后更打生病，就是这么严重。他说有啊，我就问他说你八个月要多少钱？八个月啊，87,000。在台湾要拔的话，是400块的挂号费啊，加上两费，400块，那是87,000。拔三颗就20几万，所以难怪我同学移民美国不知道有多久，小孩子都在美国受教育，然后每次到我暑假说，哎，要不要再办同学会？哦，我暑假什么时候会带小朋友回去哈，拔牙哈，然后我们就顺便开一个同学会。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专长来台湾拔牙？”他说：“然后说牙要8万的，三个小朋友随便看个牙，牙医生就20几万，啊，20几万的他全家哈来回机票还有搞，所以带回台湾，你缴健保税，5个月的健保税，然后呢，再去怎么样？再去看台湾的那个使用台湾的健保会。”顺便开的同学会，同学我实在是很不想骂，不忍心骂，我就是你们这么花钱，对不对？浪费台湾的健保，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的怎么样讲健保，支持健保，就是你们这样子在享受这些健保，真的糟糕。啊，只能骂你们啊，要骂就骂我政党，知道吗？骂我政党，我政党为了这些发动侨民的这些所有选票，不敢得罪他。好啦，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就说。幸福，其实我们讲到一个重点，你这要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光靠个人的努力呢是不足以保障，还必须要公平的社会。公平的社会，北欧那些国家为什么他们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标的那么高？因为个人的家庭问题不需要他们自己负担，小孩子的教育费用呢，基本上是。家一起负担，老人的照顾呢也是怎么样？国家一起负担，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保险费用。这些保险费从哪里来？就是你缴的税，所以它是重税，税重。大部分的人缴68-70%，赚越多的人缴越多。那我们最高的税率才多少？最高税率30几%。然后更何况呢？我们很多的富人可以透过投资减税，然后实际上赚几十亿的人，真的缴税比我还少。在台湾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富人又会请那些怎么样？请那些财经专家专门帮你财躲税避税，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哦，这些老百姓大家对这个社会共同体没有责任感。没有共同负担、共同参与、共同怎么样保障的这样的人的观念，永远只是自私自利的想到少数人自己的享受，觉得我赚的钱该我自己享受，然后完全不顾顾上的那些陌生人，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小孩没地方上学，他们的父母亲怎么样贫病无依，没有人照顾，完全撇开这种社会怎么样，这个国家会不会幸福？所以我们会看到。幸福的国家都是这些怎么样？保险制度非常好，缴税缴得很重，他们还是容许私有制，可是怎么样？他们是一半而已，另外一半几乎都是那种社会主义强迫征收的，那个税金非常的重，所以我们幸福指数很高。好，这个是。那因为我们知道人家里出身可以穷，可是你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整个培养竞争力的过程，你必须要跟富人一样，这样才叫做公平，对不对？那你出生在那个富有的家庭，你就怎么样？竞争力就100%，就是说，
那他那个通秀有一段是非常好笑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这个财乐透，那个有一组乐透是哦，里头只有三个数字，然后就要抽三个名额，有头奖、二奖和三奖，这叫人人有奖，大家都摇得很开心啊。你看人人有奖，人人都很棒，人人都富有。那到了另外一台呢，那几个大概是上百颗球，然后有黑人站在那里，然后呢，这机会很多哦，你看哦，比那边的机会还多，这有三个机会，这边有上百多个机会哦。可是这个机器坏掉了，找不出那个数字出来，所以你还在等，等那个机器修复，啊，只是留好，这是一个笑话，在讽刺。那你说人人有机会，其实是什么？人人没机会。你没有钱上长春的名校，你没有钱上一流的大学，请问你还有竞争力吗？有可能吗？不可能的。这穷人家的小孩子带着穷人去，到最后只好变成黑道最顶级。所以美身在美国，你看不到的机会。当然，很多台湾人跑到美国去找到很多机会，但那些在台湾都是很有投资能力的，还能够跑到美国去投资。或者是到美国去留学，那一定都是才华很好的，所以当然他本身受的教育很好，然后跑到那里当然很高的机会。可是你一般的所谓的工人阶级哈，你移民到美国去看看，苦日子你就有的瞧了，对不对？在台湾的话没钱，没钱嘛，对不对？还给我们啊，今天房子住你家了啊，吃饭钱靠你的，当然重情义的，对不对？收留朋友、帮助亲戚，我们认为天经地义啊。在美国学英语的，不要来找我，我就不会写了。不会有人理你的嘛？哦，所以这个地方哈、哦，为什么美国跟台湾相较之下，人家会觉得台湾其实住起来，台湾人觉得台湾人很有爱心，这就是这个差异。所以这个地方哈、哦，要讲效益主义哦，真的不能只看那个数字，人均所得三万多。你以为那样就很幸福 ？No， 你要看很多其他社会制度层面，是否每个人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个社会里头是否存在不公平的竞争？这个社会里头，教育是否提供让每个人有相同的竞争机会？男女的关系，还有这个社会是不是提供每个人生了病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要负担，而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健保，你看我们的健保，连美国长春藤名校退休的教授都羡慕，好想来当台湾人，因为他也看给他什么负担，所以他每天拼命吃药，因为看不起这就买药，药便宜啊，然后药就拼命吞，所以每个都要维持很健康才行，因为他们担心再要看医生，他们付不起，一开始要给债，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他的制度其实是一个。性格保障的很重要的一个重要权利，那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保险制度。就像我们现在投保，对不对？万一发生意外，哎，你就不必担心了。一样啊，通过社会制度，这个制度我们必须要征收健保费、年金费，还有一大堆一大堆教育费用也好之类的，一大堆这些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其实就是我们每一户。将来我们任何一户、任何一个家庭需要用到这个保险金的时候，哎，就是全民的这个保险来帮忙 cover。只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人的幸福。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幸福有两个层面：一个自己来的，另外一个必须要怎么样？国家所有的一起投入，啊，一起投入。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效益主义哈，我们看到社会有一些问题在了哈。好了，那我们暂且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就最后这个例子是蛮值得思考的。如果我真的问你哪个行为上的话，后面就没录到了，录的人没提醒我，刚掉了。好了，今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哈，我就不再讲下面。下面我们讲义务论，好，那就等到这个。
期中考之后我们再看那个义务论啊、哦。那期中考之后的第几周我们开始报告，那个日期你们要注意哦哈、哦。第几周？那个教学大纲上去看一下啊。期中考完的一两个礼拜就开始要报告啊、哦。所以期中考完以后，我还会讲个大概一两次吧哈、哦，大概有一两次这样子的机会。那剩下的时间就是你们就要上台报，所以请你们哈、哦，一考完期中考就要开始准备，知道吧？准备上台，尤其是前面的那几组哈、哦，很快了，四个礼拜就会报告完毕了哈、哦，所以要轮到非常快，一个礼拜要轮四组，所以请尽早开始准备哈、哦。那关于这个今天讲这个效益主义，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啊、哦？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哦